一星期一本书，再忙也不忘记充电。今天呢，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叫《复旦女教授爆火朋友圈，高情商的女人是怎么练成的》，作者是林大麦。一个女人比她的外貌更性感的东西，是她的思想。最近，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陈果爆火网络，他被称为复旦北区三宝之一。上他的课要用抢的，得提前去占座。去晚了，过道和教室后门都是人，火爆异常。有人专门驱车前往，就为了听他一节课。听完之后，人生困惑，茅塞顿开。网友和他的学生们给了他极高的评价，最有型的女大学教师请教他，陈果博士老师把课讲得这么美，当他的学生很幸福。听陈果老师讲孤独和寂寞，网友直呼一语惊醒梦中人。有人爱上他的口才，有人爱上他的思想。他曾是女博士，也是复旦校园里著名的模特姐姐。比起貌美，高知女的智慧更值得叫好。和大家印象里刻板传统的教师形象不同，陈果外形亮到时尚杂志都会请他去拍广告。一头波浪卷发，一身驼色大衣，永远身姿挺拔，永远妆容精致。行走在校园里，学生们对他纷纷侧目，能和他来个偶遇，学生们可以兴奋炫耀好几天。但是比他的外形更性感的是他的思想。听他妙语如珠，学生们如痴如醉，如沐春风，顿觉醍醐灌顶，灵台清明。他是如何讲优雅、讲爱情、讲自我呢？何为优雅？言行自如便是优雅。优雅是女人永远不会褪色的美。何为优雅？中国第一时尚杂志的女主编小雪说，优雅是得体而精致的外表，丰富而强大的内心。优雅是柔而不骄、坚而不立的品性气质。优雅是积极乐观、从容淡定的生活态度。而陈果觉得，女人言行自如便是优雅。你的一举手、一投足洋溢着一种深深的自信，洋溢着一种深深的自由，这就是一种优雅，跟你穿什么衣服真没关系。当你真正发自内心喜欢你自己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深深的自信，你会有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由的气息，这种东西其实才叫真正的优雅。一生勤恳优雅的杨绛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活出自我，热爱自我，就是一个优雅的人，他也会吸引更多相同的人来到你身边。何为爱情呢？爱情不需要规则。陈果自己对爱情的态度是，像散文一样，形散而神不散。不要为了在一起而在一起，不要为了黏而黏，不要把什么都例行公事，不要因为是男女朋友所以必须怎样。没有必须，这些都是规则，爱情不需要这样的规则。真正的爱是会让人自由。有多少人爱的时候会问自己，要如何去保护他，更好的去爱他，是否能更理解他，给他想要的，与他共同承担命运。而有多少人在爱的时候其实问的是，如何使他更爱我，离不开我，甚至是如何让更多的人爱我。我们很多时候是在用爱打造牢笼，却忘记了爱是要人因为爱更自由、更快乐、更独立。真正的爱要忍耐对方，更要忍耐自己的欲望。爱是恒久忍耐，不仅是忍耐对方，包容对方的一切，更是高度的自我节制，对自己的欲望约束的忍耐。什么样的人才是理想的恋人？
一对理想恋人，他们抱成团，然后把那个最好的我们献给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男人和其他女人、老人和孩子。就是因为爱上了这个人，所以你更懂得如何去爱别人，不是说爱上这个人而与整个世界隔绝。何为自信呢？我自风情万种，与世无争。陈果谈自信，做自己，率性一点，从容一点，真实一点，你会更快乐。我们大可以活成我们自己，活得更本色一点，更真实一些。反正还是会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但至少你会更喜欢你自己，这才像自爱，不是吗？一个人喜欢自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当你喜欢自己，你才会由内而外散发出一种自信，散发出一种自由。当你散发出自信和自由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别称，一个别称叫做魅力，一个别称叫做风情万种。这个年代遍地是鸡汤，然而真正有用的没有多少。而陈果虽然也是在熬鸡汤，但是他的话语可以引导你思绪爆炸。在这个速食的年代，他的话语不功利，没有力气，但却能够轻巧地击中你，引发精神共振，让你精心沉思良久。生而为人，不断思考，凡事反求诸己。在这个思考追逐的过程中，你的自我与这个世界碰撞，再反弹回去，就形成了你的价值观。女人要有优雅的外表，更要有会不断思考的大脑，这样才会产生源源不断的魅力。陈果说，这个世界上我最害怕两样东西，第一，我害怕有一天我不爱这个世界了，不爱生活了，丧失爱的能力了。第二，我害怕灵感枯竭了。生活处处充满神奇的东西，你要允许一些美丽的意外在你的生命当中像花一样开放。很多时候，你在看到一些真正美丽的东西之后，人也会更加的心怀谦虚。当你接触到一些真正优秀和精彩的人之后，你才知道人生该如何去努力，走哪个方向，该如何自我完善。只有当你热爱生活，生活才有可能真正热爱你。不要害怕你的思想枯竭，用眼睛去看好看的东西，用耳朵去听好听的声音，用心去感受世间万象，你会敏锐地捕捉到更多的美好。陈果这一生的终极心愿是，可以在临终前说出，告诉他们，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指向自己的幸福。有没有钱没关系，成不成名没关系，幸福不幸福是最重要的，自己幸福，然后帮助更多的人幸福。好好活着，然后帮助更多的人好好活着。他做到了。希望你在他的妙语中有发现，有顿悟，有好奇。希望你在纷繁的世界里可以守住自己的心，懂优雅，懂爱情，更懂孤独的自由。这里是今晚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一篇文章，复旦女教授爆火朋友圈，高情商的女人是怎么练成的呢？读完以后你有怎样的感想，也欢迎大家在文章的底部给我们点赞留言。我是林静，感谢你的相约，祝你晚安好梦。搭肩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
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斗你知己才是虚伪。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星星。